我在这里住了很久，在这所大房子里有很多的房间，可以住好多的人。他见证了所有发生在这里的故事。哦，就这间了，每个月包水电1500块，月底交租。那就这间吧，以后就要长期打扰您了。房子是老了一些，上上下下不免会有一些响动，树先生不介意吧？哦，没关系，这房子年头虽然长一点，但周围非常安静，房子也干净，比起市区的房子不是要好多少倍呢。那树先生您就先住这儿吧，我就住在楼上，您有什么事儿？房子太大了，所以我经常把一些房间租出去，租给一些年轻人，不至于让我一个人守着这么一所大房子。可是所有租过我房子的人都……都这么晚了，是罗小姐，她在干什么呢？还是先睡吧。又来了，每天这时候罗小姐房里总是会传出声音，她在跳舞吗？还是不管了。不过这罗小姐也够怪的，一个人住这么一间大房子，还爱听这种歌，平时也没有什么朋友来住，她的楼上干什么呢？哎呀，不管她了。他们都会很好奇，好奇我为什么爱听这些老歌，好奇这么晚了我还在干什么。总之在未知的事物面前，他们总是那么的好奇。又想他在干什么？罗小姐每天都待在家里，一个人守着一所这么大的房子，每天晚上还不断地传出声音来，听说这房子以前还死过人。难道罗小姐是……不会不会，要不然我上去看看，这不太好吧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就躲在门缝里看一下他在干什么就可以了，反正他又发现不了。门没关好。咦，那个女人是谁？不会吧，怎么穿成这样？这个旧上海电影明星在干嘛？好像在和人跳舞。一个人，没有别人了。好奇心总会驱使人们犯一些危险的错，但不管怎样，既然他们上来了，我都会请他们进来。躲在门缝里看不累吗？进来吧。啊，是罗小姐。罗小姐，我只是……我知道你只是好奇，对吗？好奇，他们每个人都是好奇。罗小姐，我没其他意思。可是就因为他们的好奇，没关系，他们都是这样说。代价，他们既然上来了，那你就坐吧。是罗小姐，我……你是不是很好奇我怎么会穿成这个样子，我屋子里为什么老会传出这些声音？是，不是我没关系，他们也只是有好奇心而已。住在老房子里，只有这些老东西才配的。老房子，老东西。罗小姐，您一直就是一个人住这里吧？啊，是。哦，不，以前不是。西子乖，西子听话，爸爸马上就回来。乖，西子乖。菊慧，我回来了。嘉文。怎么西子又哭了？啊，没关系的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菊慧，我不在家真的辛苦你了。你说这个干什么呀？你天天到外面工作养活我们。他们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贫，但是却非常的幸福。罗小姐，既然你来了，就先听我讲一个故事吧。故事？听你讲故事？对，听我讲一个关于这房子的故事。
这房子的故事。是，不过在听故事之前，你可以选择听还是不听。为什么？因为听过这故事的人都已经死了。啊，死了？我听。听？好奇？拿生命做赌注？好奇心。罗小姐，我好，那我们开始讲吧。有两个人都深爱着对方，可是他们双方都已经有了家庭，没有办法，他们只有选择私奔。嘉文，我们走吧，离开这儿，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。菊慧，我爱你，我们离开这儿，离开这个地方，我们永远在一起，谁也不能分开我们。他们离开那个地方，来到了这里，买下了这所房子。菊慧，是个女孩，我们的女孩，你和我的女儿。女儿，我们的女儿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有女儿了。哎，买下那所房子的罗先生、罗太太是从哪儿来的？搬到这儿都5年多了，也不见和什么人来往。是呀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那年啊，还生下了一个女儿，也不见有什么人来看他们。平时他们俩人双出双入的，都不怎么跟打招呼。就是啊，哎，他们是从哪儿来的？不知道，反正不是本地人。看他们的打扮，一定也是从大城市来的吧？那跑到这乡下地方来干什么呀？不知道，不会是逃到这里来的吧？逃到这里？难道他们是？是，肯定是。要不是犯了什么事儿，躲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杀了人？还是抢劫？不会吧？有什么不会的？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别等来了啊，罗太太、罗先生好。张太太、李先生、李太太好。嘉文，我觉得他们看我们的眼神不对。不会的，是你乱想吧？啊，不是真的，都好几次了，好几次他们都在说什么，可是我们一过去他们就不说了。哎，是不是他们知道？聚会，我们都离开那儿了，不会有人知道我们过去的。不会，不会的。可是聚会，都过去5年了，你还是忘了过去吧。啊，不，嘉文，不，不是的。聚会，你听我说，这里没有人认识我们，他们是不会知道我们过去的，相信我，无论有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离开你和西兹的。嘉文，我们不会分开，不会。流言漫天飞舞，这里所有的人都对他们的过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他们都很好奇，为什么这两个大城市来的人会在这个地方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。整整2年时间，这间大屋和屋里住的人都成了人们谈论的中心。哎，罗先生他们是躲到这儿来的？他们是为了躲避仇人？他们骗了别人的钱？从那时开始，他们平静幸福的生活就慢慢地发生了变化。嘉文，我又做了那个梦，梦见他们都在骂我，诅咒我。菊慧，他们不会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的。嘉文，是不是我们真的错了？菊慧，西兹都快7岁了，这么长的时间，说不定他们已把我们给忘了。7年了，每天我都告诉自己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什么事情都会好起来的。可是这一段时间，只要我一闭上眼睛，
就会看到他们在指责我。菊慧，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不是的，每天我们一出门就会有人在我们背后指指点点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。难道不会的，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的过去。不可能？那他们在谈论什么呢？为什么只要我们出去，所有的人都会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？在这么偏远的地方，钟灵他们是不可能找来的，还有这儿的人也不会认识我们。我们以前的一切是没有人知道的，在这里我们的一切都是新的开始。新的开始？可是我总是觉得这里的人他们什么都知道了，他们都在指责我。指责？难道我和西兹在你身边你还在乎别人怎么说吗？嘉文，菊慧，我们忘了过去，重新开始好吗？重新开始？他们以为在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就可以重新开始，但人们的好奇心一天得不到满足，你的过去就会像影子一样永远永远地跟着你。你越不想提起的，就是他们越想知道的。啊，树先生不用害怕，我的故事还没讲完呢。那罗小姐，你就是他们生的女儿吗？是，可这并不重要。老板，拿一袋盐。罗太太，买盐了。嗯，是。罗太太，在我们这里过得还习惯吗？挺好的，谢谢你的关心。那走好啊。谢谢。就是他。她就是住在大屋里的罗太太，看不出来呀，文文弱弱的，居然会是那种人，你不知道呀。嘉文，嘉文，他们都知道了，他们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菊慧，别急，你慢点说。是不是钟灵他们找来了？嘉文，不要离开我们。菊慧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们都知道，都知道了。菊慧，他们知道什么了？我们以前的一切他们都知道了。我听到他们在说。不可能的，菊慧，他们不会知道的。肯定是，肯定是的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以为我们可以重新开始，可他们还是不放过我们。菊慧，你不要再折磨自己了。嘉文，我每天晚上做梦都会梦到他们在指责我，以为躲到这里来就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过去了，可现在他们也知道了，他们也指责我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不会的，他们不会知道的，菊慧。嘉文，嘉文，我受不了了，七年来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受着折磨，也许当初我们不该躲到这里来，也许一开始我们就错了。菊慧，你在说什么？开始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无论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一起度过，何况现在还有了西兹，即使是错也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带你躲到这里来，不该让你陪我受苦。不，嘉文，不是，不是的。从那天起，他们的生活就陷入了一种紧张窒息的气氛中，而外面的流言就越来越……罗先生是杀人犯。他们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有人在背后议论他们。听说罗先生是贪污公款款到这儿。嘉文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他们在说我们，他们都知道了。菊慧，在那天晚上，妈妈在浴室里割脉自杀了。第二天，爸爸也上吊自杀了。死了？他们死了？是的，他们都死了。死了？哼，你也要死了。有好奇心的人都得死。流言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心，好奇心杀死了我的父母，所以有好奇心的人都得死。
演职人员：编剧于娟，导演于娟，录音合成亚楠，现场控制王刚，剧中人物罗太太由任春燕饰演，树由刘洋饰演，罗嘉文由江源饰演，菊慧由徐冬梅饰演。放开你的头脑，发射你的感觉，情景全接触，热情接触八方意见。您的精彩故事，我们的精良制作，情景全接触，全力以赴，让您梦想成真。引爆惊喜心情，情景全接触。Thank you.
犯罪不得，随时准备着，我们要跟月亮赛跑，感受超越现实的骄傲。点燃你习惯的固执的规则，看这世界有什么不一样的，跟随摩登的想象力旋转着，我的色彩美丽是你的。点了你习惯的呆板的颜色，还可以和我玩得更疯狂呢，跟随摩登的想象力旋转着，我的色彩